哈喽，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款弧顶灯，它是呢有光束、图案、激光、染色为一体的，色彩呢也是非常丰富，功能呢也非常的全面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它的单色效果怎么样。红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白色，这样大家看一下染色功能，这个是红色、绿色、蓝色。现在这个呢是机器自带的图案效果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激光效果。